主人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这礼拜是毋是有人是向往强迫来无？讲今仔无来这礼拜，检查袂当。我教会有一位姊妹，25岁，伊特别来这礼拜，面相无介好，因为拢因阿嬷叫伊爱来，爱无啥爱来。所以我来讲到，伊阁坐伫我正对面安尼尔，伊看我足艰苦，我看伊嘛足艰苦。所以吼、时阵，但是我若甲伊请安吼。是满头喜面，因为牧师讲道讲了，要结束啊，所以满头喜面。看什么？有时阵有的人感觉受到限制，总是阿嬷的话爱听，算阁真可取嘞吼。是只是讲坐伫遐吼，感觉介艰苦。今仔我要用找到限制，找到自由，甲咱大家三个来分享。细汉时阵，大概50年前，我打5岁，还未读国校进前，我住伫台南西南院的隔壁。无介远，然后是青年路的所在。我迄阵厝里，迄阵青年路无遐大条，所以伫门，阮厝里门口吼，迄个埕不止啊真宽。所以若下晡时3-4点，厝边隔壁大概同年纪，大概5-6岁，即个细汉朋友吼，拢会组织大家伫遐做伙佚佗。当时拢会烧酒走去较远。我的老母吼，惊讲我对人乌袂走，囡仔走啊无看去，所以老母就甲我交代。讲哦，袂当我袂走，总是有几遍拢无听话，所以我老母就用一个方法，伊就拿一支扫帚吼，伫门口吼，涂骹吼，画两条线，因为迄个路口甲路面吼有较悬，所以伊知影讲我即头较悬的所在袂使跳落去，山边接落去路面的所在，我老母拢画两条线，记得咯，你袂使超过正边、倒边这两条线，你袂当甲超过。你爱伫即个范围内底吼，伫遮佚佗就好。你爱佚佗个声，爱我有听到，吼、哦，恁伫遮袂当超过。囡仔总是爱耍，嗨，防限制伫遐吼，感觉介无面子啊。人厝边隔壁台小朋友嘛讲，阿弟啊，你有够无胆个，一条线你也踏袂过。袂啦，对阮来别位佚佗袂要紧。恁妈妈吼，无不是逐遍出来咧巡个啦，对毋对？即阵3点，恁妈妈大概要出来叫你，爱4点半嘞。够有点半钟咧，唔免惊。哦，对岸来别位佚佗，你妈无嘟嘟会出来。若有出来，防了着，上计防讲一个尔。哦，讲讲一个尔，足严重啊！讲讲一个尔，讲我唔是讲因啊，总是我真遵守，总是有一遍。在台南银宽啊吼，台南银宽古早是哪伊叫做亚里哥城啦，那知影人可能知影这个历史，因为较即马无啊，因为较早来种咧卖物件，真有牙齿啊同款，足闹热。是哪伊嘛，住伫咧街边尔吼。一天下晡时哦，人讲下晡3点，台南银宽啊吼，一中吼咧演布袋戏。兄弟姊妹，50年前布袋戏通看是足好个啦。哦，50年前二十几岁，5岁囡仔吼，听讲有布袋戏通看吼，哦，足想要去。大家拢要去啊，但我就袂动。迄两条线吼，虽然讲咱无去啊吼，但是无形中一条线里遐脚踏袂过去。但是大家人吼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你妈妈无遐准的啦，无遐讲，即时就走出来看，咱来看5分钟，较紧转来。你妈妈一定唔知啦，讲了有道理，对不对？看5分钟就好，赶紧来打过一条线，赶紧去当面看，要看布袋戏。不过吼，我的小妹3岁外尔，伊讲我嘛要来。3岁我穿一双目镜，足大双吼，像我可能像我阿妈目镜较款吼。伊讲也要去，所以我嘛牵伊去呢，爱去去夹夹，去夹夹吼。去到东门关啊，总是吼、哦、做哥哥不要顾妹妹啦。去到东门关的时阵吼、哦，因为我爱看布袋戏，走去伫个东门关的中吼，伫遐看布袋，看足欢喜。我的小妹吼、哦，其实我已经袂记伊伫倒位啊啦。因为人细汉吼，伊下袂过圆圈啊，我嘛唔知，我嘛无印象是啊。伊开伫即卖东门关啊，迄圆圈嘛，那即卖来讲吼、哦，就是即卖徛伫快车道的所在啦。好你家在50年前吼，当有牛车甲卡拉车尔。较早吼，迄阵50年前无啥物车吼，所以徛伫遐吼，我妹妹徛伫遐，大声伫遐咧吼，哥哥，一个走去都唔知影，但是我拢袂记起啦。哇，看布袋戏看到欢喜个，迄无偌久吼，强点耳光啊，阮老母来找我，把我抓出来。哎呀，咱会感觉讲哦，妈妈你做无意思个，你嘛早唔出来，晚唔出来吼，普通时嘛无较早出来咧找囡仔，只囡仔较尼早，因为阮老母讲吼。向阳外口门口拢无囡仔声，较会无声的，一定是囡仔来走迄道，所以出来找囡仔。现阵个我要意思要讲，对囡仔的态度来看，会感觉讲老母限制伤济啊。
你限制伤侪吼，让我袂当去甲细汉朋友大家同伴做伙出去佚佗。感觉限制就是让我无自由。囡仔一般拢会安尼想，因为无人爱受着限制，失去自由。所以伫这限制过程内底，咱也做讲限制就是无自由。所以咱对限制这两字吼，一般咱有负面的看法啦。限制就是无好啊，限制就是我无自由啊。两礼拜前报纸报一个消息，报讲有一个17岁的查某囡仔。因为看我回去，老爸甲指责，这一个查某囡仔喊我回来，要较早回来。这查某囡仔心内感觉老爸无疼伊，心内受伤，感觉老爸管了伤济，限制伤济，所以趁暗时吼，老爸老母咧困的时阵，因我骑因老母的机车吼，骑出去，无拍算拄着意外。当意外发生的时阵，老爸会讲，早知吼，就莫甲骂。早知就莫甲骂，检测就袂发生这个意外。啊，看这個新闻是因为我教会最近哦，多一个家庭发生，甲这拢同款17岁的囡仔。我本来了做报纸报这项哦，是阮教会青年啦，因为太闲咧。但是来看，啊，应该唔是我一区的。总是因为我最近冇同款咧面对处理关心这种的家庭，因为囡仔甲爸母有争执，囡仔会感觉讲爸母管足济。管太济咧，爸爸妈管，我是较晚回来也袂使，归去我不爱回来，真正安尼咧，我怎啊真正咯无回来咧，但是一天无回来，甘愿我嘛毋知青年咧想法吼，甲咱大人咧想的较无同款，伊感觉出去吼，反正红妹妹嘛不要紧啊，对不对？一天回来嘛红妹，两天无回来嘛是红妹，三天回来上去红讲一个尔，嘛红妹，伊不要紧，愈来愈做个愈超过，爸母的心就哪来哪伤心，像牧师啊阿囡仔喊。愈来愈差愈济安尼，其实双方拢有一寡问题产生。那么二弟去处理这种问题，囡仔感觉讲爸母限制伤济，互伊无自由。总是做爸母会感觉讲，我若对囡仔无限制，无有一个界限，囡仔是毋是就会学歹去？这中有一段条界线，坦白讲，二弟去了解，尤其对一个17岁的青少年。二弟理解爸母的用心啦，二弟理解，我的囡仔即马拢25岁、23岁，我嘛知影过去咱做爸母有咧限制，哪亲像我的老母共款，伫涂骹有迄两条线，迄两条线的界限，迄个限制，其实老母是为着要保护啦，伊的关心伫所在，看开始限制，总是伊是为着要保护伫咱，所以咱有人认为讲限制是一种束缚，会互人伫生活顶面吼产生真济无方便的所在。总是虽然讲自由是人的基本的权利，未使有任何人，啊是讲任何宗教，啊是讲政府来限制咱的自由。所以有当时有一挂咱教会无导游，啊伫教会来真久，我做牧师的经验，常常来问讲，啊有准备要洗礼无？伊拢会讲哦，牧师信耶稣真好，总是伊洗礼阁真考虑，是安那考虑？其中部分的理由是。伊认为讲，真做基督徒了吼，受限制伤济，哇，十条戒，耶稣的教示，保罗所讲的，啊，逐项我遵守，啊，我都，哇，限制伤济，兄弟姊妹，咱遮若像无道友，我要安尼甲咱讲，其实安尼咱稍微误解上帝对着咱的限制，也是讲咧戒命，其实伊毋是要束缚咱的自由啦。迄个限制是因为伫咱人的生命过程内底，伊必然会有啊。我要安尼讲。咱看伫创世纪吼，迄个爱丁园的故事，爱丁园这个故事吼，我要讲伊是对上帝对人类吼第一件限制的事件啦。安怎讲呢？这限制事件吼，伊讲迄个一丛伫爱丁园内底，一丛分别好歹的果子袂使食。这个故事吼，当然有真侪圣经学者、神学家吼去解说，也是讲安怎个释义。但是我变来讲去讲，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吼，是用较一个。故事来讲起，就是讲，这个故事是去上帝，伊是阿咩限制？有人会问讲，那是上帝伫这个爱丁内底，一丛袂当食的树吼，就卖种就好啊，卖放伫遐就好啊。安尼人就袂去食嘛，人就袂去犯罪啊嘛。上帝是安怎吼？无大无智，要将迄丛分别好歹果子放伫遐，改菜来讲不可吃，袂使食。啊，咱人阁足奇怪哦，通通也讲袂使食吼。你会去吃袂？这袂当吃哦，一定做好吃，对不对？那我咧想讲哦，今仔我若是上帝，
应该吼，爱丁农农内底吼，那是袂当食、袂当用啊，拢卖放伫遐。啊，人住伫遐，啊，就死死啊嘛。啊，上帝是安怎就无代无志，啥物安尼做？看什么？当创世纪的作者咧写这个故事，其实伊无遐尼想讲要处理讲这个咱人咧讲啥啦，会发生这个问题。伊重要是要讲一项问题，讲伫伊现实的社会本身所拄着人犯罪，迄、那个代志的过程，是因为人无听上帝的话啊。所以这个故事我是要讲吼，上帝讲唔通食，是一个禁令，是一个限制。爱丁的故事吼，唔是要去探讨讲是安怎一丛。一粒分别好歹果子唔通食，咱免去探讨迄个问题啦。佮啥物动，上帝啥物种，啥物要限制。其实这个故事是要让咱了解人本身所踮伫这個世界顶面，兄弟姊妹，咱就是有限制啦。咱本来就有限制啊。无说限制毋是无自由吗？啥想要限制？兄弟姊妹，咱人本来就限制啊。第一限制，咱人寿命限制。圣经诗篇作者讲哦。咱人一生的年龄七十岁，那是臃肿的，咱到高月八十岁。其实即马吼不止八十岁啦，但视频作者只是咧讲起一项问题：人的生命是有限的。即马医学可能较发达，可能人会当食到百二岁，无定后边人会当食到200岁、300岁、400岁、1000几岁，迄拢无一定。但无论几岁，遐姊妹，人的寿命是受限制。虽然讲过去人类历史吼有真济做君王的哦，咧追求终身不老药，但遐就是讲真做空空啊。上帝所创造过程内底，咱人的生命本来就是受着限制，一定是有限制，无论啥物款。啊，即咱做基督徒，咱清楚了解，所以咱就无惊嘛。咱知影讲，咱是受限制。第二项，咱受着限制是咱肉体，咱的身躯受着限制。兄弟姐妹，无论你话无用啊。足无用，我阁毋捌听过讲有人无用，讲吼，吼我无用，敢讲无去睏呢？无啦，我有人讲无用，讲你无去睏呢？有啊，人可能啊，少年人吼，咱讲三工三四日无睏，啊，讲一礼拜无睏，但是伤久无睏吼，对身体确实无好。虽然讲咱有禁食，为着啥物事件，为着咱的信仰咧禁食，但是长久若无食物件，其实对咱身体也是有损伤的，因为迄是咱肉体的限制。这限制就变成咱人必须要啉水、食物、呼吸，这是咱人必然的过程。人伤久吼会疲劳啊。我做兵的时阵有一边，就是我开战车，这可能捌讲过。我开战车有载这，不是我的战车，别人的战车塞到山坎，啊要给拖起来，啊拖袂起来，战车伤重。啊，连上的军官就讲吼，一台车若战车无吊起来吼，无人会使去睏啊。都吊袂起来啊！啊，无办法啊！啊，我们袂使困啊！阮真正伫遐将近40点钟吼，大拢伫遐野外吼，伫遐外啊无野外，暗时吼，无伫遐酒鬼暝呢，真忝。我第一面感受着讲要困吼，足好困，迄坐落去吼，啊，拄过去啊！啊，我迄阵想讲吼，啊，大拢百几个人坐伫遮吼，袂当去困，啊，也无多处理。啊，袂当等于野区去等于门，会当去人讲去等于门埕遐休困，拢袂当。啊，我着想，欸，看到遐边有只大石头，下遐大石头顶面平平吼，来坐咱石头顶吼，莫讲伫只烧客，坐咱石头顶可能较安稳、较自在，所以着甲下去咧石头顶，啊坐伫石头顶面吼，啊穿较快咧，想讲我等只困哦，拢无人等，欸，等只坐咧吼休困哦，无人甲我吵。但是人伤忝，因为40几点钟无困吼，坐伫遐虽然讲阿兵哥20岁尔吼。应该是体力较好，但是吼，坐只坐咧尔，人就睏去啊咧，兄弟姐妹，睏去吼，我人我对石头顶栽倒落来啊，哐一声，哇大声咧，地刚开嘛，但是哐一声都大声吼，嘛无人插我咧，因为大家人拢拄久啊，我只要拢无人关心啦，兄弟真忝，咱的肉体吼受着限制。第三项，咱人的财物受着限制。上帝所创造这个宇宙，万物太恶弊了。无有一个人会当讲了解所有上帝所创造的物件。虽然咱讲即马有博士，但博士哦，即马应该是讲伊是较专业的。大家人拢有专业的部分啦，专业的部分是伊即项可能真专家，总是无拄伊同班啊。还怎个？煮食嘛是专业呢，那你也不要煮的人去煮饭吼，你会无呢？无好煮，我捌试过吼，迄也不落个，走脚那像叫去着世界大战共款吼，
哇，我无想着讲你是咧煮啥，煮到即型安尼哦，规型人搁舞啊，因为咱较含慢，电我嘛无啥慢呢，介惊电呢，细汉捌叫电线电着吼，即摆看到电线，迄明明无电，咱嘛想讲伊有电啊，嘿，咱真外行，爱找专业，即有专门的栽培、专门的知识的人，因会晓处理，因为咱无拄逐项代志，咱拢通知影，咱受着限制。第四项，咱人徛起伫咧社会，有受着社会特殊的限制。来讲这什么限制？我举一个例吼，交通规则虽然不是真理吼，但是伊是咧咱人爱遵守的限制。伫台湾吼，咱是靠正边行，你也袂当讲吼，我要自由，对，我插插伊。台湾政府规定我无要插伊，我要行倒边，对不对？我要骑阿多迈上高速公路，我要自由，因为这吼，咱有受到限制啦。这是一个规范，人徛起社会规范嘛，你袂使无遵守。咱必然伫这社会内底徛起。无论骑车种种方式，伊的规定，我讲过，伊不都是真理啊？因为有的国家是靠道边行的啊，对不对？有的国家阿多巴人骑去高速公路啊。你讲诶，人美国就会使，德国会使，是咱台湾就袂使。有一个法令的规定，伊的限制。这个限制是伫维持一个特殊，并不是要限制你行动的自由。当下姊妹，那讲呢？那咧限制，敢能突破？限制真正拢一定要遵守吗？看见没？限制要看什么款的限制。那头先咱所讲对人的肉体、寿命、财物，对社会规范，这个限制其实本身社会规范可能会当改进，总是有的部分是无多改。当然，有的限制是爱去突破的。有的限制随着时间会改变的。就那亲像我老母甲画一条线，迄五岁画伫遐嘛吼，啊那十岁可能画较快了。啊！到这个时阵，五十岁放一条线就无去啊，因为无同款啊。年纪嘛，老母知影讲你的能力到倒位啊，你的范围有外宽，迄限制可能伊有较宽。总是老母疼囝，迄个心的限制吼是无限的啦，迄是无限的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当然突破限制。咱先想讲，今日吼，咱过去台湾有戒严令，当时阵有一群吼，唔惊当时阵政府压制，爱愿意去冲破这个体制吼，来争取当时阵民主自由。要突破这个限制，咱看今仔所读的圣经内底，使徒保罗，甲犹太人传福音的时阵，伊嘛知影当时阵，遮犹太基督徒，因咧定做讲爱守戒律，才能成做是个基督徒时阵，保罗提出一个无同款的看法，就是强调稳定甲律法是无同款的，所以蔡水讲吼，会当予人一个人领受上帝稳定，来成做基督徒，还是上界重要的，所以使徒保罗伊安怎讲？伊讲哦，强调咧稳定的道理，甲律法的道理是互相吼无共款的。所以吼，咱若采取吼即个服从律法道理的人哦，基本上是安那。也做讲吼，我若遵守上帝所讲所有律法，我拢遵守啊，安尼哦可能就无问题啊。但是使徒保罗讲哦，毋是单爱安尼尔，是因为将咱家己本身，将咱家己的罪交伫上帝手中。上帝就白白稳定收束予咱，遐尼简单呐、啊，遐尼简单呐、啊。保罗只是突破当时阵一个外邦人要争做一个基督徒吼，因为行教的是较以色列人因的传统，对外邦人因毋是以色列人来讲，更有因的困难。所以保罗为着传福音的时间，伊提出一个新的方法，所以就甲因讲哦，那是行教的，恁就甲基督无分啊、哦，基督甲恁就无啥物关系哦。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，这个条件若是行到咧基督就甲恁无益啊。这个是新保罗所提出一个新的限制，对因所讲，对因的要求啊。兄弟姊妹，限制有当时真多读解，但是我要讲起，总是伫咱生命过程内底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也是咱家己本身，咱爱超脱着咱家己的限制伫叨落。咱做基督徒有限制呢，比如讲新的概念。主要所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疼主你的上帝，这个该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啊，这落实个新的改变啊，作息啊。这基督，这是咱做基督徒吼，必然爱有的限制，伫这内底。咱来疼咱的上帝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。我教会有一位少年的女长老、姊妹长老，对六月份开始患病。爱破病较特别啊，拢伫高一啦吼，吐
啊，土应该是病是无心看个土尔嘛，啊，土了胃肠病嘛吼，应该一般咱想安尼，但是伊就吐袂停。迄病伊若下住住就无吐，出院倒去厝里佫吐，来来去去，上严重就是下早啊十点外出院去到厝里十二点佫入眠啊，因为吐袂停。医生讲安尼可能爱开刀，可能小肠吼黏条咧，毋是粘连哦，是外口面哦人伤散黏条咧。但是因为我伫顶一段讲吼，其实会食真正是福气啦。伊就表达医生讲，你也会晓会当食，你若会食会消化，你病就好啊。啊，偏偏伊就肠啊积条咧吼，袂过，所以食了物件必然会吐到出来，啊，毋知要安怎。所以唯一的甲医生讲，若真正吐袂停，唯一方法就是哎呀呐，甲食袂安尼。我要讲，毋是要讲伊这个病，是因为三个月来出出入入。等于出院，搁去病，等于出去病哦。伊个厝边隔壁吼，大家当好厝边啦。但厝边隔壁毋是基督徒，啊，就甲阮即个破病张乐个老母，我即个妈妈嘛是过去阮教会张乐，安尼甲讲，哎呦，我看恁牧师嘛定咧来，啊无我看病去过啊怎哦？我看敢咪耶稣吼无啥物效吼，哦，兄弟姐妹，讲主啊，我咧基督讲主啊，麻烦咱做见证。啊，竟然吼出面见面，感觉讲吼，哎呦，安尼做搁做张乐呢？啊，破病三四个月，啊，病来来去去，啊，愈来愈散，愈来愈散。安尼，啊，牧师看伊嘛定咧来，啊，是毋是恁牧师功力无够吼？啊，我换换一个较好，讲啊介绍吼，讲都有啥物庙咧？像你即个这种吼，通过伫宗教信仰过程，过去嘛有真侪人吼，拜拜破病爱找庙拜拜无效，啊，拜来到人讲去找耶稣，啊，到尾安尼信主，这种类故事真侪啦。啊！但是我嘛唔知讲是毋是有伫教会的人哦，因为到伊破病真久，啊未好吼，啊到伊去拜拜，改信宗教，我想可能嘛是有，但是我要讲一项，通过这项，我甲我这位长老安尼讲，讲咱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我甲讲，咱是有限的肉体，所以兄弟姊妹，破病艰苦，毋是上帝救助，毋是上帝咧处罚的，是因为咱去拄着啊。艰苦啊！唔是上帝无解救，因为咱肉体，我头有讲过，咱是有限的，咱即有限制啊。咱肉体是受限制，既然是受限制，咱必然有可能拄到这嘛。有可能咱肉体顶面就破病，咱疲劳过头，啊，可能造成你身体吼会损伤。这过程唔是上帝会救助，总是伫个过程受艰苦的过程内底，咱有缘同款，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咱的上帝。还是因为这个界是大的。这个是大的，是爱去受的。使徒保罗嘛安尼讲，伊讲兄弟啊，恁受掉是要得到自由，只是唔通将恁的自由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，爱用贴心互相服侍，因为转轮法拢包含伫替人亲像家己同款一句话内底。恁爱谨慎哦，那是互相三加三吞食，只惊吼彼此受灭亡。看姐妹，伫教会内底吼，咱常咧讲听。我常常做伫啊，我伫做牧师过程内底，我常常咧思考一项代志，就是讲，啥伫教会内底吼，啊，咱有对敌啦。凤山教会我唔知，我只会当讲用我牧会过程内底吼，啊，伫探访过程内底，我最近有小我有惊吓，就是讲，啊去探访问咯，哈，伊讲哦，哦，伊拢啊，小我讲讲牧师啊，我感觉啥物人对我有意见，冇人讲牧师，我看咧人哦，足无信用的，互相会指责。我有对敌啊！兄弟们，咱来教会做礼拜，今咱教有对敌呢？咱有啥物对敌？我常常讲，咱伫教会圣经安教是讲爱有听，彼此下面，听厝边像家己，下面对敌。我感觉讲，咱伫教会兄弟姊妹吼，咱无对敌啦。咱只有讲，上个是讲咱意见较无同，还是咱的个性较无同，讲较无话安尼尔，无对敌啦。我期待讲，伫咱教会内底。但真正是彼此三听，既然上帝给咱自由，今日是这个人跟咱讲较无话尔，咱来去了解，有的人看起来面较歹，但无拄人做歹呢，迄个个性。我教会有一位兄弟，真少年，他即马才三十岁尔。我来旧路教会时阵哦，伊才十几岁啊，但是伊足够修理车。迄阵当来伫教会时阵哦，当然咱也无讲大家拢捌，啊，做礼拜煞爱请安嘛吼，通常牧师拢伫门口请安。然后看到啊，平安，阮这位兄弟啊，真性格，
过来吼，看到我，我讲边仔伊个安怎甲我演念在，哼一声，我几礼拜吼困袂去呢，我是足好困的人呢，是哼安怎的？我当咧思考，是我功德走蛇，还是去骂着伊？啊，功德边看看咯，也无讲着什么话，啊，足想要去找伊探访问看卖呢，但是讲吼，感觉着谁来找？啊，去找正好有对老公哦，啊，伊咧上班无伫的。好佳哉，一礼拜后又来呢，我就甲问呢，我某咪兄弟啊，啊顶礼拜吼，我甲你请安咯，啊你甲我，哼，唔知影是哼安怎啦吼，啊无总是嘛，互牧师解说的机会，哦，无牧师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啊无牧师足歹困，暗时我想着，哼，脑神经衰弱呢，对不对？我定哼一声咧哼哦，兄弟们真正是咧，牧师无甲咱同款呢。迄当时一句话吼，哼落，啊就哇无平安啊咧，迄真拢无平安咧。叫我阿哩阿问伊干哪样咧？卡有啊，佮讲我蛮哼啊卡有啊。啊你落哼佮无？到尾因爸爸阿讲吼，讲迄因囝的口头禅呐，伊咧讲请阿拢哼的啦，哼，安尼啦。啊，就你阿去有向向教会哦，你阿看到我家一个青年吼，我两个请安是安尼，哼，迄是我家伊咧请安呐。你若无了解，想讲这牧师甲青年咧相骂，哎呀，这假牧师甲这青年发生什么代志，两个伫遐啊，就伊的模式是安尼啊，这个、模式是安尼，了解。当然，伊可能伊伫个生活的环境是安尼，啊，可能是毋是又受着限制，就是伊这个限制就是讲哦，讲话态度较无表情较无好，可能朋友交陪有发生问题。我到尾感觉佫有一个青年，是咧话做咧呐，啊，这个即马嘛三十个同款。我若该请安哦，拢也要请安哦，要讲平安进前哦，伊就安尼甲你讲，哎，免平安啊，免平安啊，我一定做平安啊。唔是，当对话对阮台长拢同款，即马就讲啊，平安，你平安的平安袂讲随，就讲免平安，免平安，我做平安。啊，但是了解就好啦。啊，总因爸爸妈妈讲，无事歹势，阮囝无礼貌啊，吼，啊无礼貌嘛十外冬啊，改袂起来，足歹改，就这样，咱唔知，但是我要讲意思，咱包容，有机会咱甲教，我相信来伫教会就有机会啦。啊，总是囡仔可能较无信心，迄是无信心的表现呢。伊会讲啊，唔免平安，迄是无信心。啊，其实我甲讲哦，啊，你讲两字就好，平安就好，你讲较侪字要带啦。唔免平安，啊，足侪字啊，对不对？你唔免讲，你讲平安就好。但是伊讲伊要改袂起来，伊拢用一种来表示伊吼。啊，伊个方式，看清未？总是若无了解的人，拢会讲牧师啊，吼，迄个青年对我足无礼貌。我感觉吼，这青年哦，看我足误会。咱若会啊了解，知影吼，就好处理啊。有影，有时阵哦，咱学伫教会内底，牧师所要强调的，就是耶稣对咱所讲，迄个听，无论伫新约圣经内底所讲的听，看清未？听是教会足重要一个因素。若失去，一间教会就袂当成立啦。你若，咱若礼拜煞，你也感觉讲有做些怎个过去哦？你有得罪，也是有得罪你，尤其是伊得罪你的，还怎个不要紧？有机会就过去握一下手嘞，平安。因牧师爱也唔敢握手嘞，伊也唔敢握手是伊的问题，唔是你的问题啦。我相信99.9%拢会握手啦，拢会啦。啊，牧师我该讲无话，啊讲话握手也免讲话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笑笑啊，平安，安尼就好啊。伫教会内底。但彼此三点，这是真重要。所以我要安尼来讲起，咱伫咱人生，兄弟姐妹，找着咱家己的限制，你就当找着家己的自由啦。你要去找着你的限制是甚物货？因咱每一个人无同款。我唔是读音乐系，你叫我去指挥就有困难，真正有困难。我伫南高教的实习时阵哦，郭牧师叫我去指挥圣歌队，我甲郭牧师讲哦，郭牧师爱较大方音乐系，较会唱歌。啊！我咧指挥，亲像咧炒菜，甘汤啊！啊！但郭牧师讲哦，汤，我讲你阿公，既然牧师讲汤，我就去啊！啊！唔汤啊！若是指挥了，圣歌队退步吼，袂当怪我，因为迄是我的限制。哦，我唔是读这科的，有受着限制无我都较专。虽然嘛趣味啊，但是甲专业无同款。迄有我限，总是咱爱找咱的限制，伫限制内底找着自由。当人知影家己限制伫倒落的时阵，你就当找着真正的自由。像你认为，新约学家吼，嘛是基督徒一个亨利·克劳德啊，约翰·汤森等吼，伊有写几本册，介绍大家去看。伊有写着讲吼，
为着婚姻的界线啊，约会立界限啊，用这几本册青少年的界限是倒位？其实伊咧讲起，其实有真侪限制。兄弟姐妹，就是咱人有真侪人伫婚姻的顶面，伊唔知伊限制伊的伫叨落啊。有人来讲伫约会顶面限制伫叨落，有人伫做生意顶面哦，唔知限制伫叨落。比如讲，咱最近食真侪鸡油，对不对？食着饲料油啊，我想开遐大口，就是讲食着，佫唔是好油呢，讲歹油啦。哦，食足久啊，迄泡面佫真爱食呢吼。我本来讲无迄种味全来卖食，食汤圆，讲汤圆也对啦。啊，所以唔知要安怎啊，所以就拢无即个物件无食。兄弟姐妹，做生意的人，伊唔知伊界线是倒位。伊掠做，伊就亲像咱伫爱电园同款，迄、那个蛇甲阿东甲猴仔讲，袂啦，上帝唔知啦。你食一个，较有啥物要紧？伊咧做遐计，要还食的时阵，伊嘛咧想，食吼，遐人食遐，咱遮食的人吼，袂黏伊破病啦，无遐紧，遐爱十外冬才会破病咧，嘛无遐紧死啦。咱自身同他讲，伊搬过咧限制，伊唔知讲这物件限制是袂当食。兄弟姐妹，我相信咱在座咱所有基督徒，咱也是做生意，咱知影咱的限制是倒落啦。伫咧限制内底，咱所做的物件。是方食了真健康的，唔是别人健康尔，咱家己嘛真健康，咱嘛真欢喜，心真平安。我相信咱在座所有人，咱拢同款，无论咱做什么事业，做什么工作，咱爱知影咱的限制伫什么所在，咱去敲锤着，安尼你真正的自由，你心灵的平安，就伫满你身躯的顶面。上帝所赐福的，也会甲你送到地底，咱同心做伙来祈祷。